点击跳跃键跳跃，长按跳跃键跳得更高。移动中按下跳跃键，点击操作键搬起奶酪，将奶酪放在老鼠洞口。 点击推入奶酪，使用技能点升级技能。 点击操作键打开房门，长按跳跃键跳上钢琴，点击操作键搬起奶酪，将奶酪点击推入奶酪。 铁锤攻击汤姆。薇薇，我将你运回来的奶酪都吃完了。 杰瑞，我知道对了，杰瑞，你的大表哥恰好住在附近，我们可以向他求助。杰瑞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大表哥什么时候才会来呢？我亲爱的表弟，我们来了。大表哥，你们终于……那是坏猫，大家快！杰瑞的大表哥，亲爱的表弟，别担心。 现在你走到控制台，点击你的控制台。恭喜你，杰瑞，你发靠近经验蛋糕，点击拾取。时间不多，我们赶紧去侦查奶酪吧。 帮你们守卫，靠近门，点击出动。 别着急，汤姆欺负我，我好害怕。别紧张，你先捡起一个高，使用高尔夫球。
击晕汤姆。汤姆被暂时打晕了。杰瑞，你先去救太妃，让罗宾汉和海盗解救太妃。杰瑞，谢谢你，你对我……罗宾汉，你推完最后一块奶酪。杰瑞的大表哥，是我思虑不周，幸好天无绝鼠之路，前方恰好有一条小……汤姆又来了。杰瑞，捡起任意道具，丢出道具，破坏墙缝。杰瑞已经打开了墙洞，大家赶紧撤离吧。靠近墙洞，点击墙洞逃跑，从墙洞离开。敌方猫已到达现场。队友已推入奶酪。汤姆，老鼠又被你追丢了。尊敬的女主人，汤姆实在太弱了，让我来为您赶走那些套。我是本届捕鼠冠军莱特宁。汤姆，你和莱特宁比啊？汤姆，莱特。尊敬的女主人，比赛开始了。汤姆，莱特宁，你们都要加油。
点击跳跃，长按跳跃键跳得更高。移动中按下跳跃键，使用攻击键攻击老鼠，再次攻击将老鼠击倒。点击操作键抓起老鼠。汤姆竟然抓住了老鼠！你怎么可能抓得到老鼠？汤姆，你这次干得不错，一鼓作气，赶紧用火箭将老鼠靠近，并将老鼠绑上火箭。使用技能点升级技能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杰瑞的同伴是杰瑞，我们来使用手型枪再次攻击，将老鼠击倒。抓住泰菲。猫大哥，我错了。点击操作键打开房门。靠近并将老鼠绑上火箭。啊！哎呀，怎么可能？莱特宁，亲爱的女主。汤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是最棒的猫。老鼠，欢迎你。敌方机器鼠已入场。敌方老鼠已入场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敌方已运走一个奶酪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Thank you.
敌方已搬起奶酪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已搬起奶酪。敌方老鼠被救下。我错了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敌方已运走两个奶酪。敌方已运走三个奶酪。走四个奶酪。敌方老鼠被救下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
方已搬起奶酪。蒋凤已出现，阻止敌方逃走。放飞，敌方老鼠被放飞。